救命！刚刚乱，你定是拄好动静。客妹，我咧靠背。你叫是你边个这老妖在卡床啊？我唔敢对你安怎是？查甫囡啊，靠假死啦！出来讲清楚啦！你敢偷走我的高分头，来不这里勇气来面对我啦？瑞安啊，啊你到底做什么代志？你要甲我讲一下清楚，啊，若无我是要安怎维护你啊？到底是你卖得钱啊？罗瑞安甲阮爸和我的四海集团高分偷偷转入去伊的名下，那不是你介意的，是啥？哎，客妹，你莫听孙珊珊胡白讲话呢。我甲伊姑是阿妹的关系，伊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，我都会得唔到。无你靠妖啊！干啥我了？阮早叫珊珊了，当天跟你拍离婚官司了，伊的公文跟你怎么抵贷？你敢公文赢我？赢我？你敢？好，有话好好讲。你莫在起卡动手啦！你为什么？哈？罗瑞，你真正是不是人呢？我真的是做后悔，我竟然敢给你机会。原来你是一个骗子，一个骗子，骗阮珊珊的感情的准度线。你搁利用你甲珊珊之前共同的户头，骗走伊的股份，你连这都袂计较啊？什么啦？我问你一句话，讲，股份你要行也唔行？我也是同款迄句话啊！我甲珊珊骨是阿母的关系，我是安怎行？你阿母就是共同财产制，我有互相婚前协议书啊！古再讲啊，迄当阵你嘛袂甲你倒转去啊！哦，你这个笨手，你孙妈，你可差不多呢。阮客家唔是你拍好耍的，靠站站。阿母，我打电话报警察啦，等，报警察人啊！我咧惊你咧，爸，无所谓，就笨手，家己也手不拉撒。不然，你跟我调清楚，离婚官司我一点赢，我会把你为我家头家走的股份提得转来，我绝对袂让你有机会，伸手来阮爸的公司管东管西。孙珊珊，你要打打蛋，看破财客阁是安怎，再阁讲。什么？有听到阮客家讲的话哦？唔通收超过啦，我讲道心哦。妈咪吃菜，大伟啊，我拄只叫伊办代志哦，即摆叫伊办啦。是。好啦，慢下云啦，等下再讲讲。哎，江大兴，你卖叫是吼，你永远会报这个唔正经啦，我无让你跟他报一撮啦。家峰，唔知有法度温暖伊无？唔知有法度保护伊家己无？今夜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我家己。你莫为着我，照顾好你家己，照顾咱的爸爸。我的心会一直在留你跟宝宝的。家峰，我跟宝宝也爱你，我一定会勇敢等待你成功倒回来，你也一定要保重你自己。现在是对还是对？家峰假作是罗瑞安去对付江道成，你怎样又才去？哎呦，太过离谱了。金玉，莫甲我讲，连你嘛到小天呢。哎呀，啊，这个家伙到底是在想啥啦？文轩啊，啊，你嘛在场，你都无阻止恁大兄哦。总共伊是要感冒瑞安，啊，不过瑞安这个囡仔今嘛根本就是无救啊嘛。家伙应该替伊家己想啊，伊今嘛是有母子爱顾的人呢。金玉，你嘛小甲动一下。妈，啊，其实咱拢误会瑞安啦，伊毋是咱之前所想的这样歹啦。干嘛呢？你看伊所做的一切，迄是予人偌切心呢。哎呀，阿姨，你真正误会啊！瑞安哥真正毋是你想迄款业主啊。
其实哦，阮今仔毋是要去找姜博士啦，啊后来阮阁定位去找着珊珊，跟伫伊个后边，听着珊珊甲瑞恩所讲个话，啊若无哦，咱大家可能真正爱误会瑞恩一世人啊。嗯，一定会到，就可能是孤岛。孤岛？怎么哪有可能啊？既然跟工作上有关系，就无什么代志是无可能的。那是检验师所化验出来的结果啦。啊，不过伊有讲，伊会针对你的镜头拍摄啊。虽然讲即摆暂时是治标无治本，也毋过至少会当动一段时间啦。检验师嘛，我甲我讲，伊当年啊，甲伊讲，就是有工作性皮肤啊，不过偌济医生来看拢无效。所以现在才用别人的身体活的。所以家风继续是瑞安在江道生的身躯边，是为了要替我提解药。哇，这囡仔哪这么戆啦？啊，江道生这人这么傲毒，搁这么乖巧着，啊，万不能哪有什么办法，安尼是要怎啦？家风一定要看事办事，注意家己的安全呢。阿慧婷哦，一定会继续瑞安的任务，替你把油啊退回来啦。瑞安的任务是什么意思啊？江道想要破坏咱东家跟罗家的团圆，伊发现瑞安有咧悔改，伊真正想要做罗家一份子，所以趁机会对俺们下毒，然后用这点威胁瑞安。哎，这个戆人啊！伊哪都要自己打落来啦，伊唔着讲出来哦，莫让大家对伊误会遮尔深。啊，负面调动的代志，咱大家拢当倒想办法啊。伊妈想要安尼做啊，啊，不过偏偏伊就是无得啊。只要伊愿意坦白，咱遮遮尔济人呢，哪有迄个什么无得？这是因为江道生已经先对阿姨下毒啊，而且伊阁比瑞安哥签什么纠缠的合约。即马伊个性命是掌握伫个江道生手头，就算讲阮阁无愿意，伊嘛敢会当乖乖听伊个话啊？是啦，阿瑞安若把事实个真相讲出来，伊就受着倒数。阮用电话找着珊珊个时阵，阮看到瑞安是哪吐血，哪甲珊珊讲事实个真相个。所以啦，伊对咱大家遐尔啊无情无义，拢是演出来。俺让江道生看的，结果我搁改啥？我迄保平安的手链啊，等嫌疑，可是咪我无稀罕伊的虚情假意。你爸伊搁讲，我甘愿无生伊这个囝。啊，我这个做妈妈的是咧创啥啦？我哪看袂出伊的苦衷？但伊讲呀哦，挂心肝的话。伊嘛顶是咧怪伊家己的心肝啊！我今日安尼拢不得不讲，我是咧创啥啦？吉伯，恁弟。多谢。安怎？第一届做大代志，啥感受啊？我归头家，干那想要叫阮妈。我也无其他感受啊，我只是希望客户真正会当照片照镜，照药素，给我妈妈加油啊！哎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是照片照镜的。这个你表现得袂歹，家己做伙大汉，过已经结婚的牵手，拢会当甲杀落去，心肝真正有够雄。赞！来，这有中药味呢。嗯，而且这个乌药丸啊，就会当化解我妈身体内边的毒素。这内面什么成分？什么成分无重要啦。重要的是哦，将来客户爱甲你留在我身躯边做大代志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哦。
我袂骗你啦。你若唔相信客伯，归去安尼啦，客伯当场吼，把迄药食互你看，好唔？啊！当然唔免啦，多谢客伯信任我，我管你照顾我，我当然唔爱信任客伯啊。嗯。客伯。既然你是满意我这个表现，那呢，是不是会当顺续把我的纠缠解决掉？也过顶届我等下蚯蚓把作业给化解。看你你这客户是真正的文章，我就把迄个素文哦化掉，用这个动作。啊，代表讲客户是真心来给你疼痛的，啊、哦！多谢客户，我是真重视这个啦，放大在心上的，你看较真少的，先结婚。我唔对啊，多谢客户心传。就这客户容易破心肝啦。客户当然会真心对待你。无这份血色的数吧，你也应该就会感觉身体较爽快啊。小等一下阿姨，我幸好感觉我好真多嘞。哎呦，你莫甲我骗啦，硬经。哎，万一你若有啥物事较差，我是要来甲早起阿母交代你讲。唔是啊，阿姨，我真正无骗你啦。你看，我即马规个胸坎袂感觉杂杂安尼啊，我嘛感觉我真正咧无代志啊嘞。哎，我原来你会起来啊？哦。你即马有想要吐血感觉无？我唔呐无想要吐，而且我嘛感觉我的精神敢若恢复较袂歹。看麦，好样哦！你的面色确实真好呢。啊，我知啊，应该是家风哦，已经成功叫江头先把你的素纹化解掉啊，阿嘛有把你妈的解药摕到手啊。安尼以后，你就唔免阁受江道生的威胁啊！江道生这老妖头的个性哦，我真清楚啦。伊表面上答应人的代志拢会做甲到，其实拢有留后步的。我看啊，伊无遐尼简单就献出伊的底牌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就算讲江道生解药搞出来啊，阿嘛甲你的素纹化掉啊，阿唔过。伊嘛是无可能遐尔简单就放家风耍，啊，唔是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伊无可能会放你耍。伊真无简单，再来就我这个机理啊，伊哪有可能遐尔简单就放我耍？袂用的，我一定确定，我妈把药啊吃落去，而且吃落去了后，我看有发作无？我一定甲你了解一下。忘掉。江道生这个人吼，伊足干巧，心机足重的。伊哪有可能讲你干那替伊完成一件代志，伊就把苏文化掉，交出解药，百变是哦，放长线对待。家风会当继续是我，我嘛会当继续家风去关心一下。而且我到现场了，我会当亲眼去看到我妈吃药了后状况会变作是安怎，啊家风哪有问题？我咪当替安好啊！谢谢。